完接下来马上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台语天后。台语天后，你讲的是哪一位？马那个人是你啊，是这个，这个是谁？哎呦，都不用多介绍了，有没有？对，大家都对他很熟。哎，是呢，有没有？是空金哥包金。对，真的。不，今天来到很甜，大概四秒拢是空金哥包金，都是很厉害的啦，哈。好，我们大家，我等一下讲说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一起把他的名字大声念出来，对，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哦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台语天后，掌声欢迎我们的秋波，谢谢。我是蔡秋波，别人的生命是公斤无法比，阮的生命不值那是假讲话，甜蜜就出代志。怪阮的路途是遇到歹陪你，人是好命拼，阮伫咧做兄弟。人无好的鸟巢替阮啼，不知人无好心不由己。心命真稀微，烧酒伴阮度日子。过去啊的往事，不敢提起，想袂完头明，怎样会无勇气？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这首歌《一段情》，希望各位会喜爱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
哇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太精彩的演出了，现场听到真的不一样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你不知道我这的人，我也是云林人，因为来到这唱歌，我个感觉心情很轻松的，但是吼，我感觉吼，这个疫情吼，安尼啊久无唱吼，嘛会喘的。大家讲有好听无？我们听起来都是很有水准，棒的呢。没啦，唱了不好，拢讲有情怀啦。哇，真的太久没唱了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真正哦，阿姊，你到底你一定要我放这个撇步。为什么对我囡仔的时阵哦，看着你唱歌到现在，哎，拢无变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没礼貌。我们不要理他。不是，我要跟你讲一句真心话，秋凤姐，我从小听你唱歌到现在。拍摄啦，因为大家吼，咱乡亲拢会知影讲吼，我十三岁就唱歌，啊，我嘛是囡仔，囡仔唱歌，所以无差，系啊。我想讲你来当高金兰保持啊，才水，看起来都是没有变吼啦。你来要爱笑脸爱水，我教你一个撇步，安尼。我被听心存善念，心存善念的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的演唱会的主题是一样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所以吼，其实我有啥物会讲吼，我对较早。囡仔的时阵吼，就听咱秋凤姐。够无礼貌。为什么你知无？因为迄个时阵，真正大街小巷，民国七十年那个时候，七零年代，为什么你知无？安娜，我唔相信，因为咱今仔在座在无，在拢时代，有签过阿乐阿家去我看麦。哎，你这样人家怎么好意思举手啦？无人要家去，有玫瑰乐透诶，举手我看一下，买乐透的。哎呦，大家都很诚实了。都很诚实。今麦你讲半价，大家拢唔敢举手。
哦，是安尼吗？没啦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我们感觉哈，其实那是一个感觉。因为我对以前喔，我不管行到对，我拢听到迄个。啊，对，我袂记甲长官问候，好像现场有足侪长官哈，阿牧师你好。然后今天我个感觉足欢喜的，因为每届因为秋风啊吼，平常时啊较少唱外场，但是咱啊婚姻观有啥物会，我拢会我尽量会，就是再怎么样，我尽量会到。哦，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就是咱的乡亲，因为我感觉吼，来回来家己的婚姻吼，家己的故乡，我感觉足亲切的。真的，人亲、婆亲、土亲，所以来拢未使，你无看？对，就是怎么样都要来啦，只要是我们这边的长。对啊，借这个机会来见见大家啦，因为我下个月要录音了，要进，就是最近也很忙，所以要发新片了。对对对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哎，给你大概，给你去旁边哦。嘿，因为咱叫你来共唱季啊，这边发新片了不？前一两个月不宣传的啦，无咧找外靠的啦。因为今嘛吼，疫情安尼嘛，就是未方便啦吼。啊，因为因为咱台湾吼较安全，较讲嘛，台湾较安全。因为今年有很多这些活动的伫国外，啊，我本来是讲吼，今年要办小巨蛋演唱会。疫情的关系，疫情的关系，就是暂缓。所以我们今天把这边当做小巨蛋。所以今天你看这个舞台啊，还有音响，灯光都根本就是小巨蛋的东西，就把它当成没有错。所以今天在场大家都很有福气，本来今年要办的就疫情的关系。对啊，因为大家有钱吼，虽然台湾做做安全的，然后大家吼嘛是爱讲吼，因为外国就是还有啊，大家嘛是爱吼出门吼，你看拢有戴口罩，然后就是。尽量就是照顾好，干净，哎呀，把自己照顾好，对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台湾是安全的，对，但是我们自己要较小心的，对，因为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些众神们，请教龙做天狗蓝砖，台湾砖在地砖，但是也是哦，因为现在哦刚好又疫情，因为咱毕竟不能够锁国嘛，所以咱疫情又有一点点，好像有一点点开始的小流行，所以在家啦嘛是要提醒，对啊，秋凤姐姐说的最好，该洗手的要洗手，那到公共场合一旦戴口罩，咱嘛是要戴起来，没有办法保持安全距离的，尽量就口罩戴起来。因为就这个机会哈，来故乡，因为我大概也讲吼。你有较少唱外场，啊啦，加一届半届婚礼闹啥，我都尽量会当搞，我都搞。然后有很多，因为我细汉吼，我细汉就去台北大汉，因为我来唱歌，所以就是一些阿伯啊、姆啊，像我回去，我如果回来，有一些就是阿婶啊，什么要拍照，拢会讲阿姐安娜。不是我苦啦，因为吼，你内地你我袂认你，所以。如果没有拍照，还是要拍照。你跟我讲，你说啊，谁谁谁，我真的，你们记我，你搞我记，我蔡琼说好记啊。啊，我袂看，因为一个人吼，啊，侪亲戚朋友我拢唔知道。对对啊，所以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，唔是讲我不爱拍照，会使拍照，但是你唔免讲讲啊，就是怎样，因为真卡人吼较亲切。我知影讲吼，大家拢要啊，翕一张相，因为咱家己的家的人拢要翕一张相。但是为啥来赶时间？唔是我无爱，经济人就看了一直照，要搁一直照。这样讲我们就理解了。对啊，无。顶界啊，就做侪人去欢迎讲哦，啊像对啊，像到大牌啊，对啊，不是啦，真香啊，咱拢是讲故乡的，啊，因为啦，每届啊，顶界婚礼我嘛足欢喜的，啊，唔是讲无爱拍照啊是啥，你拍照不要紧，尽量，然后可是如果不方便，就是我们在赶高铁啦，有时候在赶，吼啊无拍照吼啊。今仔日本人来吼，啊本人嘛较好看啦，啊看本人都好。对啦，所以这个时阵吼，因为那个秋凤姐咧爱对见人啊，所以无啊多，大家拢顾加专焦着。我爱先甲因讲，无因会受伤咧。讲啊，我唱歌我都无爱，就是。今天听到秋凤姐的真心话啦。对啊，因另外较好点啦，啊我因为。就是亲戚朋友在坐，哎，咱家吼，咱南部乡亲大概吼，拢较热情，所以一看到拢都想要拍照。啊，那个秋凤姐，我都该照嘛是爱紧照安尼。啊，不过讲啊到这个时阵的年我感觉大概一点，感觉咱两个就叫做定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好不容易让我秋凤姐姐来到家唱歌，大概听，咱两个阿哩一直扒着她不放。其实我就是很想扒着她不放。没有，其实那个摄影师来拍照。哎，
怎么这样？人家才刚讲完。我怕等一下一个照片。好，好。但是呢，大家一定很想要听秋凤姐继续唱歌。接下来要帮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因为这个丁公我都讲拍摄，因为这个丁公吼足强的，因为爱安呢，人较爱水，但是为着爱水。你们来不要紧，为了我们忍耐一下哈。今麦好一挂欧班条机弄出来，对对对，但是没有这个灯光，都不碎了。喜安呢，就是我们台上就是要我们今天哎，外公哦，这座单位开出这，因为这大那个大成本，因为这个舞台啊，就好像对啊，就好像我们在小巨蛋那个音响也是稳利的。今天大家在场都很有福气啦，终于听到小巨蛋的规格的演出哈。看来你这个舞台，哎，哦，我们给对，你看趴下的，我们给我们那个主办单，我们周牧师。热烈的掌声一下！哎，这样，谢谢。这一场真的是要很有勇气，真的好开心哦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期待秋凤姐再带来她的歌声。OK， 我是讲吼，卖点点唱我的歌啦，来唱一下大家耳熟能详、较熟悉。省动作 KTV 的对吧？大家对啊对啊，大家一起唱。动作 KTV， 大家一起唱啦。好，我相信这首歌，就是大家拢会唱，歌声暖情。蔡碧珠小姐、啊、你如果会唱也是一起唱，我知道你在台下，你说今天来了就是二三十从台北来专程要看红龙红，有没有要看我？有有没有有耶、yeah, 看起来挥手了、啊、尖叫声尖叫声、欸、我们是输人的，我是这样的人，哪像那个911有没有，对不对，蔡依林有尖叫声，秋凤姐姐也是一样，在这边的魅力。咱婚姻人吼，拢较避暑。那个，所以我头头我头讲未使避暑。你们来到家的喜爱快乐，因为今天是爸爸节。嗯，对对对啊，对，今天是爸爸节。然后等下吼，我嘛是要不要赶高铁，啊，各位户啦，哎呀，各位户，哎呀，嘿，我爸爸吼，就是因为他们，我的世界啦，因为咱乡下人比较就是对父母亲吼，因为都是在身边嘛。对。然后我的小时候就搬去台北，然后我爸爸吼。起码，嗯，就是要做笑脸呢，就是九十一岁了，九十岁以上就笑脸，所以他们在等我，他们也在等我。我说好好好，今天爸爸节啊，祝所有爸爸节，就是爸爸节快乐，身体健康哈，大家疫情要小心一点哦。牧师你好，牧师还年轻，好，那马上我们秋凤姐姐为我们带来这首《瓜香暖情》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暂时会停更迷人的歌声，让阮感觉心茫茫。阮也不知你是花言巧语，只是对阮心绵绵。深情的爱，煞来让你骗财，愈想心内愈悲哀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。手举起来，我们的秋凤姐来打打拍子。深情的爱，煞来让你骗财，愈想心内愈悲哀。啊，烧酒一杯，搁一杯。
谢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听了有够开不？未使，未使行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你安尼。是啊，安尼未使，安尼未使。难得来到咱北港，对你头发讲，人不亲土亲，你敢会当唱三条来走？未使，未使。哦哦，我们还有歌迷来献花，你看。哦，蔡碧珠哦，嘿，伊传伊，我会知今仔伊今仔传一堆，哎呀，二三十个，差不多。伊来红龙哦，甲因太太今仔嘛结婚。讲悄悄话，你伫台电风扇麦克风讲悄悄话，奇怪代志。嘿，无啦，无啦，英雄啊！你讲哦，阿兰麦有别人知，嘿，因为哦，跑到下骹的人一直讲哦，一直叫我阿姑啊，我做歹势。阿姑，谁那阿姑？哎，你做一人一直讲安可啊，安可唔？哦，我喜欢那个，我背文表，因为容易叫 uncle 呢。哦，你讲的是那个台语，我们来听听看他刚刚说什么好不好？你们刚刚喊什么 ？uncl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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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谢谢嘿，谢谢，再来一首好不好？今天啊，张吼英就是英雄啊，即个有跟我讲讲啊，秋风，无你吼落来大一工啊，我嘛就想讲吼，大家聚一下，因为我嘛真久。我跟英雄聊天，啊，因为最近我拄仔咧录唱片，较无闲，所以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聚啦，嘿啊，不啦，大家说可以吗？好啦，哎，要不要再听 ？OK OK， 没关系。你挑战声，你敢不敢去坐高铁？我惊高铁等下去用动起来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就麻烦了。高铁冻袂掉。OK， 既然恁爱听秋风啊唱歌啊，家己的故乡嘛，所以就是唱一首比较故乡大家。你啊，你点？我操，我差点要叫。我们在就是掌声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最英雄。最英雄。来，掌声鼓励。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秋风。谢谢。大家来一点掌声好不好？来，不知影水的滋味，酒保英雄是我命里，酒场内无爱相比，阮一支。烧酒饮饮饮饮好醉，酒杯停停停停八分甜。人讲酒酒酒无滋味，是因为我心要离开。啊，谁知影未来世事？烧酒饮饮饮饮好醉，酒杯停停停停八分甜。人讲酒酒酒无滋味，是因为我心要离开。啊，谁知影未来世事？烧酒饮饮饮饮好醉，酒杯停停停停八分甜。人讲酒酒酒无滋味，啊，是因为你决心要离开。啊，谁知影未来世事？
的见面，在这里祝福亲爱的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下次见哦，谢谢，谢谢乡亲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秋凤姐姐，辛苦啊。